播出。那很多朋友呢都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非常实用型的节目，看完之后呢确实给他们生活或者感情生活都支招了。这样我们就摘取了一些这个网友的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公说呢，这是我第一次吵架，认为我自己也有错。老公说以后吵架再也不说离婚了。这个很棒哎，替他感到高兴。第一次认错啊，然后呢你看铁树开花，他第一次收到他爱人送的花，是我启发的他老公吧，他感谢我。湖大的一位朋友对吧，他发来的私信，他说最近都在看再见爱人，感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节目。好巧不巧呢，我爸妈这几天也在闹离婚哦，我也在想要不要我也带他们去出去旅游个半个月啊，就问我们导演这个学姐有啥建议没有。支持旅行，借着一个机会嘛，我觉得可以去好好的享受一下旅行的生活，中间可能有新的碰撞，把原来的那个模式给它打破掉。对对对，去跳到另外的地方去。对，就去找一个就特别开阔的地方，我觉得那个自然会给到他们力量的。报名下一季。是上一次节目我们最后的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招募的消息，就是我们第二季的嘉宾招募也开始了哦。